五分钟吗？ 那我们今天就出十个了，等于说是吧？对的。好，来，这边拿几个？这边是45、38，还有一个是那个加热机。今天终于要回去了。是的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这个东西收拾了吗？东西都差不多了。东西都收拾了，我能不要的东西，我尽量都不要。好的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家里面人联系好了没有？家里面人都联系好了，都准备好了是吧？好的，都准备好了，回去就隔离是吧？回去隔离，哎，隔离。 今天量最后一次体温，在医院。嗯。我们14天过后，如果要不谢谢的话，如果是有需要的话，我们义不容辞。我也是，我知道你有点小失望，<笑><笑>你们就是下一个。我跟你说几个大拇指，对。因为只要有人开始出院了，我们这边陆陆续续的，都其实大家的病程啊，都差不多，这批都差不多开始。 对，也有信心的。走吗？出发。可以走了。衣服干好了没有？就穿这个。来，就穿这个，走。没有。来。来的时候。回家都要扔掉的这些衣服。 起床，这句话吧，千言万语，就是还是一个谢谢，非常感谢。等到这一波疫情过去了之后，欢迎你到上海来，到时候请你吃一点上海的特色，重庆排骨。这快点把这个病治好啊！ 再多活几年呢，就看一下祖国啊，这次是越来越好啊，真的。那你们应该也快了吧？加油，都要加油！耶！武汉加油！作为出院的病友，那么我们今天在这边的话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但是作为一个医生呢，我们其实不喜欢说再见，因为我们。 希望见到你的时候，并不是在医院，我们希望就是说，在今后的这个生活中，我们可以作为朋友，然后这样的一个身份再见。你们可以来上海，然后我也可以以后来武汉看樱花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面做一个再见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美好的再见。